升级 iOS 8.2 后，多了一个 Apple Watch APP。如果你没有打算购买 Apple Watch， 但整天看着 Apple Watch APP 很容易被催眠劝败的话，这段影片教你如何隐藏 Apple Watch APP。首先把主画面第一页占满，然后按住 APP 不动，进入编辑模式，然后将 Apple Watch APP 移到第一页，制作成一个资料夹。然后将 Apple Watch APP 移到顶端，然后再移到底部的 Dock 区放开， Apple Watch APP 就不见了。如果你哪天回心转意想要看到 Apple Watch APP 的话，只要重新开机即可。